在吉隆坡转机也长达将近12个小时，真是非常的辛苦，也很遗憾有几位国人因为这个交通船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也没办法及时赶到，这是真的替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。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槟城州台湾商会的李鸿龙会长，他这个拔刀相助出面来签约包机，那么来达成这个国人返国的心愿。马尔蒂夫还有马来西亚政府呢，也都展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一个人道合作的精神。